不要弄，调调下，这就这两个键重新调一下，因为我这两个键我让它正浮位的嘛，我不想让它浮位，这样动作太大了。反正五点之前搞定它哈。哇，这么快。 两个键一开动的了，你再随便随意动一动，稍开一点。两个键、三个键一开动就可以了。不错。动作太大了，动作太大不行啊。 我再重新调。